香港人,果幫大陸匿死來炒貴啲樓價,租金比你屌。為咗方便啲大陸匿死來霸咗你個學位,而教育教教你又屌。果幫蝗蟲水貨嚇死來搶曬你個蘇哈蒂奶粉你又屌。通街開門金鋪拉藥房嚟方便幫大陸你,你又屌。節運轉用大陸貨之後,日日爆鑊你又屌。 依家班青少年,學生,市民企向街樹日西雨林,幫你拉北平共匪抗爭,你又死嚟屌。你老哥又為過香港社會做過乜撚嘢先?好心你以後就咪撚屌人啦,事關果個親共政府係你家基揀架。唔撚係。果幫1200白豆共匪走狗提名委員間嘅傀儡就冇你過份。 就算佛力2560年真係有得你一人一票嚟揀,嗰啲都係共產黨俾兩個,黎依廉,無恥嘅,民戰聯,工聯會嘅羅底層傀儡嚟俾你揀。你家機認命係你嘅事,你家機心甘情願做共匪奴隸,就唔該咪撚嚟批評嗰啲出嚟拉共匪對著幹嘅人。 有人话你可以占领维多利亚公园加码，你都安居居行路上广州，厕所当茶居。你占领维多利亚公园1年2年，甚至係3年，共匪都唔够睬你。但係依家咁占领皇后大道、德辅道、弥敦道，就係要玩撚大佢，要经济交通民生。 甚至令到共匪向国际社会丢晒架，隆重都有巨大损失，咁撚样先至能够逼共匪向政策上让步，令到特区政府向施政上更加贴近香港人嘅利益同意愿。所以阻住你哋就一定加啦，唔撚付出代价又点撚样有美好将来？唔该攞返病帝睇返佛力2532年暑假前。 北平学生甚至要俾埋条命仔出嚟，依家特区政府已经俾在催泪弹、拉橡胶子弹，迟啲班冇人性嘅共匪收军甚至会真枪实弹、坦克车踩入泥屠城。咁阻住你哋班烂坦过啲咁啡又算得起乜撚嘢？依家全个自由世界都支持紧香港班青少年。 学生嚟争取一个本来系就属于香港人嘅真普选。所谓正义嘅香港警察，你班烂坦唔支持香港市民，重有边捻个支持？香港人要团结起嚟，拉北平共匪对着干先至能够改变香港嘅困局。香港人要自救，至能够改变将来，至能够捍卫属于你哋嘅香港。 唔該齊心協力嚟打倒嗰個無形獸性嘅共匪傀儡政府。